在是太可怕了，站在这种车水马龙的车阵当中就已经让人胆战心惊了，更何况是蒙上眼睛看不到红绿灯的转换，不知道斑马线的距离，更不知道车流的速度。哇，像这样子的黑暗世界真的不是我们这种视力正常的人所有办法体会的。如果连生活都不方便，眼睛看不见，到底能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也许你会说，有不少视障的朋友，他不是按摩师就是算命师，甚至还像萧煌奇一样是一位了不起的歌手。但是如果我跟你说，有一间餐厅他只请盲人当服务生，你不会感觉好奇吗？我更好奇的是，如果眼睛看不到，要怎么样端盘子送咖啡呢？我在圆一个梦，圆一个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梦。我要见证一个时刻，一个在逆光中勇敢追梦的动人时刻。跟阿亮一起出发吧，一起走出舒适圈，迎向残酷的暗黑考验，跨越层层障碍，重新解读生命的智慧。这是一趟在失去中理解拥有的可贵，在恐惧中重拾希望的力量。出发，总要有个方向。走，我们到台北去。就是这里了，嘿嘿嘿嘿，哦，的确蛮有味道的哦。外面还停一台很可爱的车子，看起来是可以开的哦。这应该是 mini 吧？超小台的，城市猎人在开的。为什么要来呢？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故事呢，嘿嘿，我们的粉丝页上有朋友留言说这家餐厅一定要来瞧一瞧。除了东西好吃之外，听说这里面还有很多呢，从世界各地收集过来的限量的一些收藏品。可以当作博物馆一样来欣赏。哇哇哇！刚刚门口还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这门一开，简直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跳蚤市场你去过没？嚯嚯，小小的空间摆满了来自各地的二手家具。重点来喽！节目一开始，你还记得阿亮有说过，这家餐厅只请盲人服务生。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这些杯碗瓢盆都是易碎品呢，不要说眼睛看不见，像我这种体型，随便转个身都会发生悲剧了。视障朋友要如何在这里头安全的工作呢？有驻唱歌手就是不一样，哦，要点餐了，是，嗯，你在看我，是，你在看我，是，所以你看得到我，是，哦，亮哥你好，哦，我是亮哥，对对对，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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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菜单，哦，菜单啊，哦，不是，因为我听说，因为我们那个网友在我们的粉丝页上留言说，你这里有请一些视障的一些工读生，是哦，所以我刚才以为你是工读生，哦，我不是，不好意思。那你们那些视障的工读生都是在厨房吗？还是在哪里？没有 ，Seven 啊，是吗？我刚刚没有，完全没有发现的，哎呦，亮哥好，我完全都没有不一样哎，对对对，哦，所以他是负责在这边驻唱而已，这样子，哦，没有没有没有，他也负责点餐送餐，然后做餐，然后送餐，是哦，对对对，我点餐他可以做，他也可以送，对。这么厉害，对对哦，那你帮我推荐一下好吃的，他拿手的做什么比较好？他拿手的话，有没有比较特别？前面有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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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对，我们有一个隐藏版的套餐叫洗衣板套餐。洗衣板套餐，对。洗衣板套餐你会做吗？当然会啊。会哦，当然。那就麻烦你了。好，好，就交给我吧。Hello， 亮哥你好。哎，你好，你好，兔爸，你好，你好。哇，所以你是兔爸，刚刚那个女生是兔妈，是，你们是夫妻，是，老板跟老板娘。对对对对。哦，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跟兔有关呢？叫小兔子什么？因为我自己的女儿小兔子，就是她是属兔。对对对，所以我们店名是以她的生肖，然后她的绰号来命名这样。对。所以叫小兔子，小兔子，乡村青石杂货，青石杂货比较绕口，对，杂货，所以这边的杂货是可以卖的，对不对？要看啊，要看有缘人啊，对，要看有缘人，对，我也希望能找到能够照顾他们，是，这些也都算我的小孩，也都是你的小孩，对对，因为我都很爱他们，对。
所以不是老婆买的，是你买的，是我买的，都是你买的，对，而且都是我布置的。哦吼，看来少女情怀总是诗里头的少女要换人做做看哦。一般男生会收藏的模型车或是机器人公仔，在这里通通找不到，这里只有居家用的梦幻一品，而且不是限量的兔爸还不收哦，相当有个性的咧。有来自法国的蓝色造型收音机，美国旧金山的橘红色的黑胶唱盘，还有重达30公斤台币3万块的美国高速公路专用紧急电话，只要觉得有缘的，不管多远多贵多重都要搬回家。这些是兔爸20多年来走遍世界的收藏，近千件的古物，数不清的价值。不过话说回来，真正识货的应该不多吧。这个好像一个灯塔一样吧，这是什么东西啊？对，其实它这个是煤油炉。煤油炉，对，我难怪靠近就有个温度。对，还蛮烫的哦。对，蛮烫的。那它这个历史也蛮悠久。它是1960年代。它的英文名字叫阿丁Blue Flame， 就是蓝。Blue Flame。对 ，Blue Flame。Flame 的意思就是火焰，它是蓝色的火焰。哦，是哦。对，那它整个就是非常的烫，它是日本咖啡厅的梦幻一品。日本咖啡厅才有的。对。那通常咖啡厅拿这个东西要干什么？因为他们，譬如说日本，如果说像北海道啊，常年在下雪的话，他们都会把这个煤油炉放在那个店门口，它是打开的状况下，可是它整间里面还是热烘烘的。放在门口，它店里面就会变温暖。对，就会变温暖。威力这么强。对，我现在站在旁边，确实觉得蛮温暖的。对，我来帮亮哥泡个茶。哦，那不好意思啦。不会不会。这个也蛮特别的。对，这是史迪奇嘛？对，史迪奇。它这个也是迪士尼限量的一个茶壶。限量就是残酷的。残酷的。那、就是、它这个完全就是只要。一摔裂，这个就已经满就没有了。你一冲下去，香气就冒出来了。对，那因为我们的茶也是很特别的茶。对，这好像是花果茶吧？对，有花香又有果香那种。对，它这个茶叫做那个焦糖苹果红叶茶。光吹那个就温度就很烫。啊，本来鼻子不通，现在鼻子都通了。对，亮哥觉得怎么样？好喝哎！对，在煤油炉上面泡的。对啊。而且我只加一点点糖水，就那个还好没有加多。对，这个茶本身就有一种那种甘甜的感觉。它也是有，对，它有就有点甘甜。就焦糖，难怪焦糖，就有种甘甜味的。啊、哦，在这种冷冷的天气里面，对，有个热茶喝的感觉真的很舒服。哦、各位小姐女士们，你们自己听听看，日本咖啡厅梦幻煤油炉加上限量史迪奇茶壶，又是梦幻又是限量的，你还能够说这茶不好喝吗？我个人是觉得视觉影响味觉，整体感觉 value 不错哦。听说半年前啊，爱盲基金会找上了小兔子餐厅，希望兔妈可以帮忙雇用视障学生，后来兔妈答应了，可是兔爸却担心宝贝被搞砸，为了这些鬼神神的悲剧，兔爸兔妈每天吵架，当然女性是获得最终胜利的。店里请来了2位视障服务生，一位就是刚刚自弹自唱的少杰，歌艺我是觉得还不错啦，至于其他的工作是否能胜任，我也很好奇。刚刚听到兔妈说呢，有2个是视障的孩子，是还有另外一位孩子，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孩子叫静红。静红，对，那他的个性的话，少杰是属于活泼外向的，是那静红的话是属于比较内敛的。哎呦，他是哪个学校的学生？他是淡江大学的孩子。哎呦，淡江大学，他跟我一样哎。我算起来是他的学长哎，是，那就是他已经今年快毕业，其实他也很困惑，那想要说拜托亮哥，给他指引一条明路吧。所以我说不定可以给他带来一些启发跟鼓励哦，对，或者是可以让他早点打消这个想要朝红配业发展。刚好亮哥又是他的学长，是的，对，而且我是优良校友哎，我是这个我还拿过奖的，这个事情我应该好好来，我有点想法，是有想法。把这个任务包在我身上，好，包在我身上。找到最高点，心中有找找，若要人不找，除非己莫找。找人是阿亮我的强项，替人圆梦也是家常便饭，小事一桩。但是要叫人不要去追梦，这还是头一招。
处女座的我虽然啰嗦一点，可是我们做人却是很实际的。如果眼睛看不到，那就去做一些其他感官办得到的工作嘛。做什么烘焙？两三百度的高温呢，那多危险啊！学长是觉得做人就是要安安分分，那不是很好吗？是的，到了，这里就是淡江 University， 就是淡江大学，就是我的母校，而且我是优良的校友。这里就是我以前念书的商管大楼，但是这一楼我还真没来过。报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打扰一下。你好。你好。我是校友阿亮卜学亮，你好，你好。是，你好。老师你好。请问这里就是视障资源中心吗？对，我们这边是资源教室。那不好意思，因为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商管大楼，楼下一楼这边居然有这样一个视障资源中心。淡大是全台第一所招收视障生的学生。是哦。就是1969的时候就已经有招收了。你看我念的学校多好啊！你看，哎呀，除了我们一般的学生，还有这么多呢视障的学生在这边念书。啊，对，是这样，我是要来找一位那个，也是这边的我的学弟，视障的学生，叫做静红，静红，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来到这个中心？对，他今天刚好在这边做攻读，那他现在在操作电脑，他要不要也稍微看一下他怎么使用？好，太好了，太好了，蛮用电脑。哎呀，问题在家后，你看看，你好，我是学长阿亮，叫我亮哥就好了。我刚刚那个老师说会讲话，对，啊，怎么讲话？你在用的时候怎么讲话？他你也是住在附近租房子吗？对。你家里是在南部还是在北部？在南部。在南部啊，所以要到淡江念书就要在这边租房子啊。对。跟我一样，那你已经四年级了。嗯。那对淡水应该很熟喽。我的生活圈就是在学校里面，我很少出去外面玩。我相信已经有很多淡大的同学们听不下去了。不管是哪个年代、哪个科系毕业，来过淡大的，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没有人的大学生活是交白卷的啦。相信咱们老淡江的一定都不忘那句经典：国事、家事、儿女事，风声、雨声、麻将声。哦，还有什么同居巷、堕落街、宫灯姐姐、柯南坡。哦吼，哇，往事不能只是回味啊！今天有幸回来，就带学弟你去见识一下学长飘飘的年代，顺便再来个云林男孩登大郎的仪式，走。哇，学长以前来淡水老街跟现在的淡水老街都不太一样。那这样好了，今天学长来请客，你想吃什么，我就带你去吃。你想吃什么？那我们去吃冰吧。吃什么？吃冰。冰。嗯。你有没有听到救护车开过去？有啊。现在是台北最寒冷的两天，你要去吃冰？那个冰很有名吗？它是冰还蛮大只的，很大只，吃起来还蛮过瘾的，巨无霸的冰。对。好，既然你要吃。那学长就请你走吃冰。现在淡水晚上都是几度啊？看一下温度。八到九度。八到九度，你要吃巨无霸的双麒麟。哦，算你狠。你这技术很好哎，你看这样慢慢转，慢慢转，不容易哎。这不会的话，可能一下就东倒西歪了。拿不要拿歪，要拿直的吃哦。看看高度就在你的鼻子这里。我要不要先让你碰到？我怎么？哎呦，哦，厉害的！你小心拿哦。你小心拿哦，你不要乱晃哦，晃了就歪掉了哦，好不好吃？好吃。可是很冷啊。哇，我怎么不记得我那个年代淡水有这种东西，也才差30届，干不差这么多。不过我大概理解静红为什么指定要吃这个冰啦，一只冰从渡船头吃到出海口，规矩个呵呵，除了爽还很饱，经济又实惠啦。今天难得学长买单，来想玩什么尽量玩，不要客气。像是这个打手机，不是，是 BB 枪，嘿，就是当年学长用来练胆量。
亮的，还有这个泡妞用的夹娃娃机，或是耍帅用的射飞镖，哇，随意挑都能够精彩每一天。陆宝山空手而回，别说你来念过淡江大学，如果觉得这些还不够让你炫耀，来来来，学长还有绝杀秘技。就上次打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7年前吧。七年前，那个时候还可以看到一点。对啊。后来没有看到，就都没有再打了。对。球在这边哦，我把它摆在你这个正中间这里啊、哦，这里啊，前面已经摆好球了，所以第一球你来开球是最好的，因为你冲出去，你只要直直的把它冲出去，你一定会打到球。有找到一点以前打球的感觉吗？有。一二三，打出去。哎呀，可惜我。哇，被球挡到了！我把那些阻碍你路线的球都先移开啊，然后换一颗是最应该在你前面的这一颗。一二三，哎，进了，进到这一颗。带着静红玩了一整天，终于看到她笑了。她说这种进洞的喜悦让她回想起七年前眼睛还没全盲时，跟着国中同学泡在撞球间里的回忆。哇，当学长的可以让学弟再拿起球杆忆当年，我觉得很荣幸，也很替她开心。好了，一老一少玩了一个早上，不累也该饿了吧？只是学弟静红说要回家做饭给我吃，吼吼，哎呦我的妈呀，这我怎么承担得起？学长身上还有钱嘛，我们可以叫外卖啊，真的没有关系的。这是我家。你家？只有一个铁门啊，里面没有。有，里面门还是一个门。里面门你不关的。对，这样比较通风。比较通风啊。那什么都不怕，哇，什么都没有。你住的算蛮简单的，一个书桌，啊，一张床。带电锅来是要干嘛？我会自己在这里煮晚餐，自己吃。你会自己煮？嗯。说真的，我有一点不好意思。大学四年，我也是住在外面，我却是餐餐老是在外。但是看看静红，为了节省开销，常常是一锅菜饭混在一起度过两餐。而今天为了欢迎我，怕我觉得寒酸，他还特别加菜。我想啊，这一顿饭应该是他这四年来煮过最澎湃的一餐吧。你平常在静红会自己做饭？对啊，今天不是第一次做哦。不是，常常做。常常做，有时候不想出去买东西吃，就自己切菜。对啊，我会自己买食材，然后回来自己做。邻居会过来串门子吗？不会啊。我说奇怪，为什么我有点想流眼泪的感觉？原来是你刚切的是洋葱哦。感动了，那个洋葱味道一直冒上来。我说奇怪，为什么我怎么莫名的感动起来？看到你这样一个人离乡背井，你的生活费啊。学费是自己出的还是家里帮你出？自己。你是自己出钱，你自己出学费。啊。我以为静红只是害羞，社交生活才会这么单调，原来是清寒的家庭背景让她必须开源节流。静红的爸爸几年前因为植栽无法继续赚钱，而妈妈也是靠打零工，只能赚微薄的收入。要念大学，静红就必须靠自己，除了在兔子餐厅打工，另外呢，也在学校的视障资源中心兼差攻读，两份工作加起来，一个月的收入20000块钱，扣掉每个月的房租3000，以及日常生活开销，静红居然还能够寄10000多块给云林的妈妈，这简直是省钱省到可以选省长了嘛！那你现在弄个手黏黏，要不要抽两张卫生纸什么的？卫生纸擦一擦手就好了。这样子太浪费卫生纸了。卫生纸很便宜，不浪费啊。地板脏的要拿卫生纸擦一下。地板脏的当然是用抹布擦啦。桌上不小心像刚刚你这样滴的，这桌上这些水用卫生纸擦一下。那个会用布擦。也是用布擦。你大概只有上厕所才会用卫生纸哦。上厕所不会啊。上厕所你还不用卫生纸？我用洗的。你用免治马桶啊？没有啊。就是会洗，就是手洗。你刚才一手做，那你要请我吃饭？明明就是个感人的故事，但为什么我觉得是我比较需要被安慰呢？
哎呦，请原谅我说句没良心的话，这时候眼睛看不见是对的，这样吃饭会吃得比较放心。哎呀，开玩笑的啦，学弟，你不要生气哦。我猜啊，静红上厕所不用卫生纸，应该是因为眼睛看不见，用水冲反而更干净。而为了赶到板桥打工，静红连吃饭的时间都很省，因为她得先走路到公车站，搭公车到捷运站，转搭捷运，捷运换捷运后再搭公车，然后再走路到小兔子餐厅。吼吼吼吼，单趟路程2小时，也就是说打一次工来回要4小时，简直比到西天取经还难啊！我的妈呀，不能搭小黄吗？这一趟车钱我出嘛。搭公车了，啊，你要确定是这台吗？啊，红二七往淡江，来淡水捷运站，对，来。有，谢谢。来，先刷卡，来这边。谢谢。像你一般坐公车会不会不方便？有时候会不知道我坐的是什么车。有时候会不知道你坐什么车，问的司机都会回答吗？他们都会很亲切的回答。哦。所以基本上你还颇满意现在的公车的。嗯。你要把东西收好是吧？没有，我上车都会滑手机。你也是用智慧型手机啊？对啊。你怎么用？你看得到吗？不会讲话，会讲话。为什么不会讲话？那你可以帮我们拍照，还可以上传那个脸书吗？你会吗？你会？真的？淡水站有梦向导，东山市场。有拍到，但是只有你。在哪？这样我对到吗？有。有两个面孔。有。好的。对。有，这次有了，成功了。欸，那你坐车有没有半价还是什么？啊，它有半价，哦，有比较便宜哦。嗯，那我坐公车比你贵一点嘛。嗯，再过不久你就会跟我一样便宜了。你也会开玩笑哦？你怎么知道我会比较便宜？因为有老人票啊。不错嘛，很有综艺天分哦。我看啊，就别去做什么烘焙了吧。其实静红也不是天生不爱说话，只是因为视力全盲，才刚过了几年，还在适应人群生活。静红说，刚出生时她的右眼全盲，左眼视力还有0.1，依稀看得见一些形体，以为上帝不会连这个最后的影像都剥夺，但却事与愿违。到了国三，因为视神经病变，在绷带拆下的那一刻，才发现连仅剩的光点都消失了。就这样，15岁那年，静红的人生就像归零一样，从有到没有，从看得见到看不见，要重新去认识一个世界。很难想象，在黑暗之中跨出的每一步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而我活到了50岁，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跟着我一整天。现在换你教我怎么体验你在这边的打工生活，所以我们是走进去，我再把眼睛闭起来，还是从现在就把眼睛闭起来？没有，我帮你准备眼罩，就是眼罩戴起来。这么贴心啊！嗯，还帮我准备眼罩，真的看不到哎。哦，这个哦非常哦，哎呀，可是，一戴眼罩就有一种想睡觉的感觉。你带我进去哦，找一个比较好睡的地方，把我放着。然后你把工打完之后再带我回去，这样子，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了。不可能的哈，我就要跟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就对了。是，哦，好，1234567八，对，好，那椅子都不一样，对，都不一样。哪张椅子最舒服？哪张椅子最舒服吗？对，我们里面有沙发区，哎，沙发区哦，那我们到沙发区躺一下啊。这里前面刚好有两位客人，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哦，是哦，打扰。那你们是第一次来这里，还是来很多次了？第一次来。第一次来。那很幸运的，你看第一次来就碰到大明星。但哦，我怕我遮太多，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蝙蝠侠。开玩笑的。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这里的服务生是有一些视障的朋友？有听说，
你有没有被他们服务到？就他们有帮你端菜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服务、点餐的服务？有啊，有。会不会觉得很新鲜、很好玩？嗯，来这边才看到。第一天上班就有情侣点台陪聊天，哦吼，看来阿亮我人气很旺哦，来自拍庆祝一下，3、2、1，耶！嘿嘿，哎，怎么一下切头，一下独照，没有一张瞄得准？哎呦，我开始担心接下来的考验了。整个屋子都是贵三三的限量版易碎品，我都还没搞清楚他们的方位，我的第一组客人竟然要上门了，救人哦！欢迎光临，请过来。这里没错，这前面没有了，对，右转，对，这里没错。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都是视障的服务员，那我是来实习的。好，先给我一个咖啡好不好？咖啡好。嗯，天堂鸟 AA 好。天堂鸟 AA 好的。再一个水果茶。水果茶。坚果肉松三明治。坚果肉松三明治。好。焦糖手工松饼。我那个茶可以改一下吗？茶可以，覆盆之草莓茶嘛，要改。对，改焦糖苹果。焦糖苹果。红茶，冰的去冰。冰的去冰。去糖去冰。好，冰的去冰。我跟你再确认一次，确认一次菜单哦。那个天堂鸟 AA 的热咖啡一杯。对。然后热的哦。热的。然后那个草莓那个茶是好像什么？不，那关系那个那个记得吗？而且我们有一位服务生记得更好，那个，怎么了？就是那个对，庆宏，你看那菜点到我，你的名字我都快忘了，个人在点餐。先生，您刚刚是天堂鸟 A 热的，对，然后焦糖苹果红叶茶冰的，然后抱歉，我们糖度跟冰块我们可以尽量帮你调整，然后一个坚果肉松三明治，一个巧克力手工松饼，请问这样对吗？对。那请稍后。好，好，稍后。一开始觉得你可能会记得住啊，可是记到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再回过头来想第一个，你大概只真的到最后只剩下第一个，然后后来甚至连第一个也忘记了。走到那个柜台要点餐的时候，跟那个兔爸在兔中的时候，你那个是什么天堂鸟还是变天使鸟，我都已经连那个最简单都搞混了。接下来这个任务更难了，盲人要教瞎子做菜，这大概是史上头一招，弄不好出了人命，恐怕也会变成绝响啊！这份南发坚果肉松三明治完全是摸出来的，什么都看不见，一切靠触觉和嗅觉判断，至于好不好看，诚意至上啦！来吧，盲人服务生上菜喽！你好，南发你是三明治是吗？可以吗？谢谢，料还没到。茶来了。哪一桌的客人在哪里？他们没有迟疑的就可以很快的转弯，一样从厨房端东西出来，庆宏一下子就已经把他的餐点送到客人桌上，摆得好好的。那我还在慢慢的过去。不好意思哈，对，不好意思。对不起，麻烦你自己接一下。搞什么嘛？没事，我帮你重做一杯。好。对啊，都湿掉。你湿掉。我的衣服湿掉。我湿掉你的衣服。对不起。里面的茶水有没有烫到人家？有没有弄湿人家？其实，在那一刹那的时间你是不知道的，你只知道你好像糟了不对了，但是到底是什么情况，你捅了多大的篓子你并不知道。刚开始的恐惧感渐渐消失，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挫折感，如果连我都觉得挫败的话，更何况是眼睛看不到的视障朋友。说实话，这里还算是温室，兔爸兔妈是愿意包容盲人的雇主，但是在讲究效率和翻桌率的时代，有多少像这样的雇主愿意等待他们成长呢？反对静红去追求烘焙的梦，并非我们不愿意给他时间，而是当理想与现实有冲突的时候，还是得先把肚子填饱，不是吗？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是觉得不可能的。
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找一个实际的战场让他去体验。然后我其实到现在念头还是希望他能够打消他想要开一个店，甚至要做一个烘焙师傅，然后要做出一些好吃的东西给别人吃，给别人分享。我想还是想请他打消这个念头。来，有没有闻到香味？面包的香味很香，对不对？好，来，这一家店不简单啊，它里面的师傅是到这个日本哦，有这个日本制果学校的师傅专程来这边开课，教他们这边师傅。而且他在去年2017年的时候，曾经得到很厉害哦，米蛋糕创意制作的冠军，所以是名店哦，很厉害哦。所以这边教你的师傅可能都比较严格。我就是要告诉你，要当个烘焙师傅没有那么容易。嗯，哦，我是要劝你早点打退堂鼓。你现在还是有信心吗？有。好，那我们就去找师傅，走。本来以为一个红豆面包就能让静红打消烘焙的念头，但万万没想到，从揉面团、包馅、撒芝麻到进烤箱都难不倒他。原来小学弟早就练就一身本领，甚至已经在蛋大开班授课。简单的月饼、凤梨酥、蛋挞、馒头、黑糖糕，他通通熟得不得了。瞧他一脸得意的嘞，好吧，这一关算学长计划失败。有很漂亮吗？有，很漂亮，确实每一颗都很漂亮。哎呦，不错哦，感觉很开心，自己完成一件事情。嗯，但是我告诉你，不要开心的太早，是，因为这只是第一关。嗯，真正的魔鬼训练在后面。嗯，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嗯，怕吗？不会。还是有信心吗？有。你真的一点都没有被我打击到吗？没有。我就不相信。魔鬼训练开始。好，徐老师，今天要让我们的静红学哪一种蛋糕呢？我们这边有很多样式，哦，然后让你选择。好，有三种蛋糕，你看你要选择做哪一个？有水果黑森林，看起来复杂，啊，另外一个叫做爱的礼物，还有一个是幸福妈咪，你决定要做哪一个？幸福妈咪。你为什么会选择幸福妈咪这个蛋糕？因为我觉得在家里有一个妈咪，然后在台北也有一个妈咪可以帮忙，然后就是，但我觉得就是在台北也不会觉得孤单。我想静红口中的台北妈咪指的应该就是兔妈吧。兔爸兔妈得知静红要接受魔鬼训练，顾不得餐厅还在营业时间，就提早打烊赶了过来。虽然一直默默支持着静红的烘焙梦，但当他真正要面临实体面包店的考验时，担心在所难免，说什么也要偷偷到场打气。锯刀很利哦，再说一次哦。然后啊，我们就把这蛋糕体啊切成三等份，横的切成三段。对，中间要夹馅料的意思是不是？对，中间。哦，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第一次了，第一次。可以，可以，其实可以。待会那个奶油把它盖一盖就看不出来了，三等份的。老师，请问接下来的步骤？我去摸摸看，不是接下来，这边比较厚。不能这边比较薄，那个中间夹馅料看不太出来。可是我们做啊，不能说哎、欸、看不出来，然后就交出来。但是这个第一个是家庭蛋糕，至少让我们学习到整个蛋糕制作的过程，那或许我们静红就会打消这个想要当烘焙师傅的一个念头。那现在可以打消了，我现在就打消。可以让我完成吗？因为我觉得在台北这个妈妈对我还蛮好的，然后想让她做一次，就是做一次蛋糕让她吃。我觉得应该他可以胜任，那他对自己的期许很高。那当然烘焙本来就是很现实的东西，对。那他不知道说，可能真的你真的来拜师的时候，其实是会做不对，是会不满意。兔妈一边心疼的掉泪，一边相信静红的坚持，这样怕孩子受伤害，又希望支持他的梦想。同样为人父母的我，很能体会这种矛盾的心情，尤其看着静红那种坚定不容失败的表情，你真的会不忍心打击她。不过仔细想想，或许师父才是对的，
与其以后出社会面临更残酷的打击，不如现在就让他知难而退。不知道那个蛋糕，蛋糕在哪里？你还知道？第二层你还知道？你有感觉到哪边地方没有？这边还差一点，这边还差一点，差不多了。老师，请问这样差不多吗？差不多。做事情不能差不多的啦。是，就是。完了，布丁更软，那奶油一带就乱掉了。你莫怪布丁安怎啦？布丁太软。布丁是无做的嘞。你阿弟啊。我两个。天哪，我有点飙车。不受不了，太恐怖了。喝个水，来，旁边休息一下，让我们自己心情再振作起来，怕你被打击太大。本来我听那个兔妈他们讲说，你每次做甜点的时候都是面带笑容的，然后我刚看你有点严肃起来了。你的梦想当中原本没有考虑要做一个要装饰的蛋糕吗？对，没有考虑到这一层。没有，他是个，就是他。遇到挫折，他反而是越挫越勇的孩子。坦白讲，他真的想要做的事，他会逼自己去做。对，这个是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超龄的孩子，他不像一般大学生。他会流眼泪，他会很难过，但是我觉得他会把他想要做的事情做好。你还是想要完成装饰的蛋糕？对。你觉得你还是做得到？我不想就是局限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为什么要限制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们一点尝试的机会呢？这是一个画层，这里面就是一个巧克力，应该是巧克力奶油吧，然后前面有个孔，对，我们一挤的时候那个孔就会跑奶油出来。老师现在就是挤一下转一下，做头发的地方转一下，挤花那个力道啊要一样。他那个球啊，超一样大，再小一点。没事，他中间头发是那个，他那个妈咪去烫坏了，再挤一下。头发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眼睛跟鼻子还有嘴巴。可是你要画之前啊，你要想象说你妈妈的样子，想好了吗？想好了。出力不要怕，出力不要怕。好笑的好开哦，好大的一个笑脸哦，边边还有一个笑出一个嘴角，有慈祥的微笑，慈祥的微笑，你有感觉到哈？其实不错，我觉得做得蛮好的。从你一进来开始，请捏卫生纸哈，来，感动，虽然辛苦，但他很感动，最后有点禁不住用。残酷考验进行了3个多小时，静红终于在最后这一刻崩溃了，还有默默守在外面偷看的兔爸兔妈也焦虑了一整晚，一会担心她受伤，一会担心她被骂，一会又担心她放弃。就在静红画下最后一道微笑下，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静红也万万没想到，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今晚也一路陪着她度过了这个魔鬼考验。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不知道，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还是一摸你就知道？兔妈妈。兔妈妈哦，兔妈妈今天，兔妈妈现在哭得比你严重哦。感谢你。不要，你就很棒，我知道你会坚持当处长，但是你的梦不行，你一直想要。我知道你会坚持不去，你只是要再给你多一点时间去练习而已。当初反对视障生到餐厅工作的兔爸，也因为看见静红对梦想的初心，而对盲人服务生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我不知道静红会选择走什么样的路，但我很庆幸的今晚帮他圆了这个烘焙梦。就算他未来向现实妥协了，至少他试过了。
糕有点，虽然里面没有很漂亮，但是这是我一片的心意。感谢你在台北，就是在台北有让我第二个家的感觉，然后有幸福的感觉，然后也就是温柔跟慈祥的照顾我们，然后对待我们，然后感谢你，这个蛋糕送给你。啊、祝福兔妈怎么样啊？祝福兔妈永远青春漂亮，年轻。谢谢。掌声鼓励。好，不要哭了，兔妈不要哭了哈、哦。你觉得什么才是勇敢？我在静红身上重新定义了勇敢，那就是当你还没有开始时，就知道结果可能会失败，可是你依然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把它坚持到底。就算全世界都低估了你，静红却始终没有看清自己。如果你的眼睛看不见，你会想做什么工作？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会不会聘用盲人来工作？这就是阿亮今天要说的故事，也是静红要问你们的问题。会想为什么会看不见？我要跟他一样吗？我想说，我不能走出来吗？其实看不到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不会局限在别人说你能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其实你也可以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拥有全台湾最多绝版杂货的餐厅，大胆雇用别人不敢用的全盲服务生，只是为了要让不被看见的世界被看见。当然，这两位盲生也没让老板夫妻失望。正朝律师之路前进的少杰，用他的动人嗓音，让每位上门的顾客都能感受到他所传递的温暖。而正在准备台铁公务员考试的静红，则偶尔会与客人分享他最新的手作甜点，让周遭的人都能感受到他逐梦的快乐。尽管上帝剥夺了他们某些东西，不过这两个逐梦男孩反而利用这份残缺，舞出更动人的生命力。他们的故事或许没有惊涛骇浪的激情，留给我们的却是回味不已的清新隽永。时间在走，我的脚步踏实的探索，世界在变，台湾的脚步不曾停歇。我是卜学亮，我在黑暗之中看见更真实的自己，写下一页在台湾的故事。做袂行出好将来。